出门拍优准啊，三点多到那边大概快四，弄好快四点，拍两钟头就回来了。然后今天那个防疫升三级了，然后就出门都要戴口罩。运气很好哈、哦，最近两次来都停在这个位置。刚才人家跟我讲，那个这边有三只，一大两小，这边离人潮比较远一点。这边一只鸟站在这里 ，4K30 125分之秒 ，FISO 3200，1200mm 低差模式是1800mm。现在看一下哈，现在是200mm，但我们先找这一只，这边一只，然后这里一只，这应该是雏鸟，看得出来。这边有一只，这边两只雏鸟了，可以看到它在看东西。嗯，右边那只也在看。啊，那个好像鸽子啊。哎、欸，他去追它，追它，追它，追它嘞！两只去追嘞，奇怪了。哪时候出现两只的？我刚才是小朋友冲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先小朋友冲去，然后阿布在那边等，来回来了。哇，没有抓到，还是回来了，真可爱啊！脚上，对了，是把妈妈，他妈妈赶走了，一起，他妈妈一起飞起来。对对对，他把冲去他妈妈那边，然后在右边那里，哇，在右边啊，右边山上，还在那边飞。所以应该是小的飞回来吧，太近了。对，小的。
左边左边，山地出来了。变了。哇，水真难钓，哇啊，就撞到6.01，现在一只在这里，然后哎呀飞了。哇，那只剩我一个了。喂，飞了！喂，他收了。
没有太阳。哦，我的酋长岩只剩我一个啦。哦，戴口罩真闷，一直流汗。啊，后面背景有那个吗？啊，那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今天可以了，明天还是下午来好了，我比较喜欢下午来。对，明天下午来了，早上比较活泼，但下午的话光线比较好，两难。就这样了，好，就这样。这是第12次吗？等一下，这是第12次来酋长岩，今年12吗？啊，对，今年第12次来酋长岩了，收工。